尚之所以迷人，便是那融合了当代艺术美感与潮流文化两大动能所孕育出的极致呈现。随着美学经济成为明星产业，可预见的是，未来台湾的时尚除了朝向品牌化发展之外，品牌价值的高低将取决于设计师如何透过有效的交流平台连接国际市场，展现自我风格。迈向第九届的 Taipei In Style 台北魅力展已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时尚盛事。随着新锐品牌和设计师不断在海外市场获得认同，我们更期望国人能够积极参与并分享这些喜悦和荣耀。当台湾时尚产业持续提升层次的同时，更结合文化与艺术，使时尚融入生活，使美学成为全民运动。在松山文创园区举行的2014台北魅力展春季活动，是以台北设计之都为中心点，汇聚亚太地区知名设计师及品牌，为期4天的活动共号召19个国家参与。除了推广创意交流，更要以精彩的时尚走秀紧抓众人目光。想要感受台北流行时尚创意美学的无限魅力，一网打尽亚洲所有时尚讯息，一起和 L 走一趟2014 Taipei In Style 台北魅力展吧。